好啦，好多時好多人都會同我哋講，其實咖啡係有 feeling 嘅，其實你知唔知咖啡好似果汁咁樣啊？咖啡或者好似杏仁咁樣啊？好多好多 flavor， 但我哋好多形式都係。但係當我哋開始不斷學習、不斷交流，我哋開始發現咗，其實咖啡真係有真係成分都係好對話係真嘅。但係慢慢做耐咗 barista 之後，我都發現開始角色轉變咗。好多人會問我，咖啡係咪真係有啲甜嘅？咖啡係咪真係有朱古力？係咪真係有啲果汁咁？但我其實一步都唔覺，即係可能依家再問一下，一間普通嘅 coffee shop 冇其他可能，就好似啤酒啊特別嘅。器具啊，手沖嘅咖啡啊，我只係一部分將全部變超咗佢啦。但係最開始嗰啲嘢都將果汁啊、朱古力啊、杏仁拎出嚟。咁我今日就會用我嘅 special 手嚟演繹俾大家。首先，我今日用嘅 special brand 係嚟自我自己最中意嘅非洲咖啡豆。其實第一隻我會認為 Elegant 會做一個香嘅茶，非常之好。因為我哋翻翻同一乾淨口感，佢就係 Ethiopia 嘅 Elegant Chef Green One 全水製咖啡。另外一隻我會認為 Classic 非洲傳統的日曬咖啡豆，就是一個很正的 Cherry 生果味，很濃縮的 Body， 一個很彎移的 Taste。 那個就是 Ethiopia Sara 區的全日曬 Green Tea。 首先我桌頭上面你們會有一個生豆，我是將兩隻咖啡豆 blend 了的。首先我們可以一起聞一聞這個咖啡豆，但是中間會有少少步驟。大家首先拎起個咖啡豆的時候，咁隻手掌合埋佢，跟住識三下，跟住之後我哋合埋對眼聞一聞，你覺得所有山果啊、大自然啊、花草樹木，你會覺得成個非洲嘅森林都好似喺你，所以呢個都係因為我中意非洲豆嘅。首先咧，我會為大家準備我嘅 special 先嘅，大家一齊。一個 cherry 的酒心朱古力一樣，個 taste 冇似 wine。 首先，我希望大家 mark 低嘅，你第一陣會見到一個 golden brown 嘅 hazelnut cream， 西柚嘅 essence。Full balance 的 body， 同埋一個 brown chocolate 嘅 aftertaste， 俾我嘅感覺就好似呢個酒心朱古力一樣。
車廂嗰度奶同 espresso 咧，我發覺係好緊要嘅。咁我嘅奶係會打至65度，咁我可以將奶入邊嘅乳糖發揮得最好。之後你都會見到一個閃亮亮嘅表面。
一個我自創嘅咖啡 espresso 香水，同埋一個極重嘅 espresso 嘅一個結合。首先我會準備咗四隻 freeze 咗凍急凍嘅杯，入面有一粒唔會凍嘅唔會溶嘅冰。我主要係唔想將個 espresso 嘅味道沖淡咗佢。放入去呢四隻急凍咗嘅杯，首先你哋可以聞一聞，當我呢個 espresso 熱凍嘅時候，你會即刻感受到好強勁嘅山果味湧咗去你個鼻，可以 enjoy 個 aroma。香水我就會用咗車厘子汁同埋茉莉花茶。配5ml 的茉莉花茶，之後我會在你們的 espresso 上面噴四下。首先你們可以聞一聞，會有一個很強勁的車厘子的味道，和茉莉花的花香，主要是將三毛同一間 chef 兩個風味帶出來。之後你們聞完之後，你可以擋兩擋你咖啡杯，等個香水那些水那香水滲入個咖啡的時候，接著之後融入個 espresso， 你就會享受一杯很清新的果汁。好用的。咁點解我會用香水嚟做呢個 signature drink？ 因為其實我覺得香水同咖啡好相似。其實咖啡係可以千變萬化，香水一樣。好多人會唔人是不會因為一兩隻香水不喜歡而抗拒了香水，他們會找他自己喜歡的味道。咖啡一樣，咖啡可以千變萬化，但是可能很多人都只是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味道。而我覺得 Brett 是責任，是一個香水 sales。 當你們覺得 Espresso 原來不適合自己喝的時候，應該學原來有個冰滴，可能一個 Juice 的咖啡，一個 Milk 的 Coffee， 我相信總有一種是會適合大家的。三種不同的感覺，我會努力再今天的講，我會努力再努力。 Thank you.